万众瞩目的国民公号嘛，那你对于这个称号特别好。我真的最近称号非常非常的多，就比如太子殿下嘛，王夜华，王夜华哥哥，我就想夜华哥哥，所以是墨渊吗？那你说墨渊，我想来就说夜华哥哥。我还挺喜欢功夫的，老实说，挺亲切，大家一家人嘛。然后小蜜就不用说了，吃苦耐劳，然后真的。物美价廉，然后性价比极高的一个好演员，真的跟他合作，既有默契又顺畅，然后期待日后我们还能够继续的推出这么高品质的戏剧给大家看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